尽早完成香港基本法规定的维护国家安全立法，是香港特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限制责任，也是特区落实香港基本法、全国人大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的，以及香港国安法有关规定的法定义务。这项立法与香港国安法有效衔接，与香港其他法律融会贯通，共同构成系统完善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体系，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有利于保障香港全体居民的根本福祉，有利于保护世界各地来香港投资的利益，确保香港长治久安、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全力支持香港特区做好有关立法工作。一国两制下，香港有着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经济有韧性、有活力、有潜力，特别是国家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为香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和机遇。未来中央将继续支持香港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发挥好在国际国内双循环中的枢纽作用，使香港在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更加繁荣昌盛。